军饷，设摸金校尉，校尉之上设法丘中郎将，司掌号令，变天地之灵气，使山川之巨力，察牧野之势，堪山河脉理。凡摸金人，必手握天官印，可天官赐福，百无禁忌八字，诸鬼驱邪，百毒不侵。这里太阴森了，要不咱们二回去吧。哥，乡亲们奇怪的肺病都等着鬼神去救呢，管他什么诅咒，我反正不信。是鬼神，找到了。好啊，你可得挖仔细点，为了这个咱俩连命都不顾了。没办法，鬼神只长在极阴之地，只有这儿才有希望能找到。这个洞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我们得小心点。我现在都穷成这样了，有这个东西，以后不管我怎么样，小野至少不会再挨饿了。哥，采完了，咱们走吧。为了他，你更不能。
今天是小野生日，我们现在穷的连一碗白米粥都要管街坊去借，要是这个东西，以后小野就不会再挨饿了。走吧，快点。那赶紧走吧，快点把鬼神给乡亲们带回去。曹仁敢从圣地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你们是法丘们，正好是蒙莫金校尉搬山西北藏匿了，你们应该进来，也就是有些本事。你就是传说中的金面人，既然知道，那就埋吧。
嫂子，你思绪太多了，阴血不足，我给你开点药。哦，要用一些白药啊、茯苓啊、健脾泻肝，再回去试试。哎，好。天天不好好上学，就知道往外跑。难道像你一样窝窝囊囊的？你看这个有什么用？这是我爸留下来的，凭什么不让我看？张小野，我最后告诉你一次，赶紧都给我扔了，还有你帮你那些破烂，别再让我看见。我们张家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我不想像你一样。我去找我爸去。哎，哎，这……哦，没事，天黑了，饿了，自己就回来了。哎，小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王伯，刚出锅的热馒头。谢王伯，老白吃你家馒头都不好意思了。看你这孩子说的，你爸当年为了咱们全村人，命都搭上了，吃点馒头算啥？啊？爸，你真的是病死的吗？有人说你暴毙身亡，是因为进了迷窟采药中了诅咒。叔叔这么多年一直看病抓药，不敢出小镇一步，半块天官印都丢了。我才不会像他一样，他不去找，我一定要将那半块天官印找回来。今天是小野生日，留你的家。鬼医治，真。鬼意，哪里来的野丫头？你是谁？碰了那个东西的，可没活着出去的。要你多管闲事。
你要当英雄救人我不管，可是我还有小野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误触了机关，中了毒。昨天夜里蛊毒发作，我给你止住了毒。到那洞里去的都是不要命的人。你爸让我照顾你，你要出了什么事情，我怎么和你爸交代？放我下来。正好我下去告诉我爸，这些年你有多窝囊。这是半块天官印，你先带着它，它可以压制你身上的毒。早该交给我保管了。迟早有天你会明白，平安的活着比什么都强。别再做傻事了，好不好？就像你那样。那些人我们惹不起。
不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小个儿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那个秦岭迷窟的……哎呀，我饿了。快点儿吧。同志，你要点点什么呀？给我来碟花生米，再来盘青菜。哎，再来盘腐乳。腐乳？没有就来碟酱油，米饭随便加吧。我都伤成这样了，咱能吃点好的吗？我想吃鸡腿。再加一个鸡腿。查二位收费啊，不免单。同志，什么事儿啊？这可是斗宝楼的六座铜钱，敢问是上六座的哪一位？我想找蜂窝匠在这里的柳师傅。这个蜂窝匠是个什么来头？只要是帝王将相的地洞，都重重设防，自然而然江湖上就有专攻此道的人。蜂窝匠的人对所有地洞机关都很清楚，你中了什么毒他们肯定知道。我叫张迎川，想找蜂窝匠的柳师傅。蜂窝匠？我还蜂窝煤呢，我。你叫张迎川？发球牌的张迎川。进来，门带上啊。哎，张天官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我说你个四眼说什么呢你？当心脚下。现在可没什么发丘派，更没什么张天官了。我叫柳庭生，蜂窝匠在江南几省的事儿都由我来办。就你个毛头小子，冒充什么蜂窝匠啊？毛头小子当蜂窝匠堂主，更能证明我是个天才。你往哪儿看呢？我听说这天官印是由陨石打造而成的，通体乌黑，这块虽小倒像是真的。你找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我侄女张小野误触机关中了毒，所以才来打扰。你们去秦岭迷窟了吧？你知道哪儿？是，那我当然知道了。那块风水极盛，连地下磁场都与众不同，有个戴着金面具的人占领秦岭已久，再加上秦岭那块已经望到了邪火，相传还有诅咒之说。你们胆子可够大的呀，擅闯秦岭迷窟，上六座都无人敢碰。那这毒该怎么解？他中的这个叫我无金毒。传闻楚人啊，把各类鸟类的尸体放到这个铜棺里面，待它们化成尸水，再往里放入石脂水，也就是说现在的石油。这样的乌金毒又重又有毒，哇，
就把它放到墓穴的各个缝隙里。太难搞了。我只关心这乌金毒到底该怎么解。哦，以现在的技术，乌金毒比较好解，无非就是金属毒素。但是谁知道那个时候的人用的是什么尸毒呢？你说对不对？意思是蜂窝酱也解不了。哼，没有我柳庭生解不了的毒。不对呀，明明就应该这样啊。既然柳师傅解不了这毒，那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想办法吧。就没有我柳庭生解不了的毒啊。先慢慢喝着啊！来吧，老栗子，来一杯。哎呀，老栗子！我可警告你啊，再乱动，毒发得更快。毒发就毒发呗，有你在我怕什么？毒发前，我想吃糖炒栗子。没钱。哎呀，我好像毒发了。花生米来喽，先吃着啊。思雅，吃栗子吗？嗯，哎，你别动。哎呦，这是镇明风，要命的玩意儿，只要你把这个启动了，方圆几里的野蜂都会来的。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啊。你是？我叫莫吟，馋酒的闲人一个。我看你一个人挺无聊的，就不要脸的凑过来了。随便。都说张家祖传阴阳秘术，不知道你能不能从我撒的这把花生米看出卦象。立则对，一般直，古人相云。嗯，有意思。既然张天官不拘一格，那我就不讲礼数了，我的就好，来喝我的。这位同志，咱们喝酒就喝酒，别提什么天官的事儿。我们只不过祖上出了一些人，他们呀，就是给我们一个名头。不是名头，你们是有绝世本领的，大家是认你们的。既然大家认，那你们做事的时候就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们，所以你们做的事情是榜样。同志，你哪儿来的？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意思？没事，来喝酒。天官会算命，不知道天官姓名吗？别人不知道，我只信自己。可我信，
我一打出生下来，就一直做着父辈们让我做的事。他们说这是你的命。后来我苦练本领，可惜啊，也遇不到对手。直到上一次，我遇到了两个人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的出手，他们也是我宿命中的天敌。其中一个倒是有点意思。我本来想要给他点教训，以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是贼心不改。那天那个死人的女儿又来无故招惹我，这就是命。我自我反省，这人啊不能自作聪明，既然有人屡教不改，总得有人心狠手辣，对不对？你这这么多机关呢？哎，手上看。干嘛？不仅能去虫，还能去味儿。你去帮我顶一下。哦。小野只想拿回他爸爸的遗物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可你是张天官，他是你的侄女，他这么一闹，大家都看着，以后我这行领圣地岂不是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结果，不要欺人太甚。柴华，你过来吧。这个事情现在这样，你说怎么谈？我的命可以给你，放了我侄女。你的命早就是我的了。先躲起来，叔叔看到了会救我们的。我是个好脾气的人，如果你非要伤害我的侄女，就算我死也会拽着你上路。哼！
小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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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头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家伙逃命一流，放心吧。哼哼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儿，就是我那些宝贝啊，都被黑衣人糟蹋了。刘师傅，我想好了，最后还有一个办法。嗯？带我去见神仙爷。听说遇见神仙眼婆婆必先献宝，哎，你们这天官印不能随便交吧？他敢交出去，我马上跟他拼命。那想见神仙眼可就难喽。别瞎担心，快走吧。神仙眼就住这里面吗？仙眼婆婆行踪诡秘，此地也被人称为无界之境，好像是因为这里是没有时空的概念，所以仙眼婆婆知道之前的事儿，也知道之后的事儿，这应该就是无界之境的入口。请。神仙眼传话说有贵客到。张迎川只是小百姓，不敢称贵客。我们这次来见神仙眼，只为解毒。见神仙眼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必须进入此门接受挑战。入此门后，心魔肆虐，生死难测。你可愿意？只要能解除小野的毒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此门被称为心门，很多进去过的人再也没醒过来。他在等你。要死也是我死，你别想动他。那你要去死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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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我照顾朋友。
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？那半块天官印又是怎么丢的？为什么同样进过秦岭迷窟，他会病死，而你却安然无事？应该是小野生日。我们张家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我不想像你一样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幻境，幻境。我还以为你走不出来。我总是会想，那一天如果我们一起逃了出来，或者干脆死的人是我。你哥哥牺牲性命不是为了让你自责，他更想看着你带他好好活下去，重获新生。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走过来的。那我该怎么救我侄女的命？秦岭迷窟是你的心结，也是你无法与侄女坦诚的源头。既然你心结已解，他的解药便也有了。你见过神仙眼，自然是解了你的问题。谢谢王爷，我们告辞了。叔，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不是解小野的毒吗？我们现在要去哪儿？秦岭迷窟。嚯，这地方太奇特了，在自东向西的山壁上坐南朝北，冬天北风南下，朱雀乘风而起。再看看这个，只要这个指南针靠近这个石壁，指针就不停地颤动啊。石壁中藏有七个小圆洞，里面有机关，对应的是南方朱雀七星。哦，相传楚人以火鸟为符，火鸟有死而复生的意思啊。以朱雀为中心，星宿为朱雀之眼，朱雀与八卦为阵，与四象为老阳，代表四季之象。当年我们来的时候正是夏天，现在已经入秋。北斗七星的斗柄西指，以星宿来推，我认为地球后退了一步。从井字开始。依次是鬼、柳、赵、季、枕。小心，这里机关重重，要小心谨慎。这儿空气太差了，还好氧气是够用的啊。是石油的味道，不能点明火，跟着我。
少爷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不舒服。毒发的太快了，他们在里面，快！刘师傅，帮我照顾好小野，按照书上的提示，到前面山洞等我，切记，一定要注意脚下的石砖。行，你放心吧，坚持一下啊，你注意安全啊，没事吧？应该就是那个守洞的女婢，她生前被药水所浸透，待日后再用乌金毒来换血。你看这块啊，这应该故意有人用了某种方法让人体沉睡而又不腐烂，难道他们在研究长生术？是鬼神。我刚才看那些壁画啊，上面有火鸟，火鸟有死而复生的意思。天官，天官，刘师傅，在小野道旁边。这个是人是鬼？当然是人了，她是守洞的女婢。她应该生前就被药水浸透，就在这个极冷的地方这么久，应该是刀枪不入了。有没有办法打败他？我找找啊。找到办法了吗？有，你试试乌金毒。是感染了乌金毒的血液，重新感染了女巫，控制了她的神经，强行让她的身体运转起来。哇，这种半死不活的感觉真难受啊。
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告诉我。这么多年你一直骗我说他是病死的，现在我爸就在这儿，你还要瞒着我吗？现在我们主要是为了解吴金毒，等我回去了会给你说清楚。为什么不是现在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不管你爸是怎么死的，你要记住了，他心里一直都有你。他们都说你是英雄，可我不想你做英雄，我想你只是我爸陪在我身边。我求求你告诉我，求求你告诉我，求求你告诉我，求求你告诉我。当年你爸是因为……小野，小野，刘师傅，哎，来了，刘师傅。太妙了，两块天官印合为一体，陨石磁场相互作用，居然有如此奇效。这毒是解了，就是门被炸了。咱只能往前走了。小青啊，在对面，我们只能从这儿过去了。小心啊，
你们谁都别想活着出去，帮我照顾好小野。好。莫非是长生树的构成？奇女迷谷闯入者逼死的诅咒，原来是他们为了在这里秘密研究复活术对外放出的谣言。快走！西面人阴毒之气过重，你要用罡气护体打通真脉。对不起，小野，是我骗了你。当年你爸为了让我活下来，选择了自杀，而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一直逃避。今天我一定要为你爸报仇，你快走，答应我，为了你爸和我。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这么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Oh.
迟早有天你会明白，平安的活着比什么都强。当年你爸因为我出的事，我不会再让你有事。我都伤成这样了，咱能吃点好的吗？我想吃鸡腿。我可警告你啊，再乱动，毒发得更快。毒发就毒发呗，有你在我怕什么？别去做傻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张家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我不想像你一样。从今天起，天官印就是你的了。你又不让我去冒险，我拿着它顶多是多个项链吧。哎，你不想要正好，还给我。谁说我不要的？叔，既然没法出远门，我去庭生的店里帮忙总可以吧？你俩的事儿我还没同意呢啊，你哪儿都不许去。叔，我也想跟你商量一下。谁是你叔？